神秘的庙宇，生猛的阵头，优雅的戏曲，民族庙会特有的能量，激荡出创作的火花。乡村城市到大都会，人造的空间与建筑，诉说着不同文化历史的纹理，还要跟环境展开对话，层层叠叠，摸索与尝试，建筑出美好又合一的空间景观。敬畏天地祖灵的信仰，以身体发声的创作，与大自然共生共荣的台湾原住民美学。南岛原来就很美丽，台湾的美好已经站上国际舞台的最前线，刺激出不同的艺术创作。谁要来对台湾美学下定义？让我们一起探索新美台湾。